当天女友喝多了来我家找我，然后她像一个小趴菜一样抱着我家马桶吐，没办法，只能给她安排在我家住下。不是你变态啊！你怎么没穿衣服？不，谁变态啊？我的衣服呢？你想让你自己昨天干啥了？不，我能干什么呀？你怎么睡我屋啊？不是，我更正一下啊，是你对我啊，你吐了我两次，我睡衣都让你吐埋汰了。第二呢，是昨天你喝多了，你非得缠着我，让我在这陪你睡。我再说最后一遍啊，你昨天你跟个小趴菜，你抱着马桶哭吐，拦都拦不住，我你还以为闭你嘴！喜欢马桶的话，给你回头你抱走啊。那行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行，那我走啊。那什么，完了你那照片吧，要不要？不要我发朋友圈了。滚呐！啊，不是，干啥呢？我上厕所呢，你出去。照片呢？你出去，我上厕所呢。那什么，你都挡住了，我又看不到。不是那回事吗？你不出去，我给你照片发朋友圈里啊。我操！哎，你干啥呢？那我照片换啊！你要是敢发朋友圈，我也发。